接下来请收看慈悲心法语。悲华经云：何菩萨摩诃萨住菩提法清净之门。布施即是住菩提法，化众生故；持戒即是住菩提法，具足善缘故。忍辱即是住菩提法，具足32相、80随行好故。精进即是住菩提法，与诸众生勤教化故。禅定即是住菩提法，令心具足得调伏故。智慧即是住菩提法，具足能知诸烦恼故。多闻即是住菩提法，于诸法中具无碍故。
一切功德即是住菩提法，一切众生得具足故。智也即是住菩提法，得具足无碍智故。修定即是住菩提法，悉得成就柔软心故。慧也即是住菩提法，远离一切诸疑惑故。慈心即是住菩提法，于诸众生心无碍故。悲心即是住菩提法，拔出众生诸苦厄。喜心即是住菩提法，爱要法故。舍心即是住菩提法，断憎爱故。听法即是住菩提法，断五盖故。出世即是住菩提法，舍诸所有故。阿兰若即是住菩提法，离诸聪悟故。专念即是住菩提法，得陀罗尼故。正义即是住菩提法，分别意识故。思维即是住菩提法，于诸法中
得成就义故。念处即是住菩提法，身受心法觉分别故。正勤即是住菩提法，断不善法，修善法故。如意足即是住菩提法，身心清理故。足根即是住菩提法，得一切众生根具足故。诸力即是住菩提法，具足能坏诸烦恼故。诸觉即是住菩提法，于诸法中具足觉知十法相故。正道即是住菩提法，远离一切诸邪道故。圣地即是住菩提法，断灭一切诸烦恼物。
四辩即是住菩提法，得断众生诸疑惑故。缘念即是住菩提法，不从他闻得智慧故。善友即是住菩提法，一切功德持成就故。法心即是住菩提法，成就不狂诸众生故。用意即是住菩提法，出一切法故。转心即是住菩提法，增益善法故。思维善法即是住菩提法，随所闻法得成就故。摄取即是住菩提法，成就教化诸众生故。护持正法即是住菩提法，令三宝种不断绝故。善愿即是
住菩提法，成就严禁佛事戒故。方便即是住菩提法，速得成就一切智故。善男子，是名菩萨摩诃萨住菩提法清净门经。弘扬佛法利众生，不论昼夜转法轮，开启生命电视台，佛陀教义广推行。各位生命菩萨阿弥陀佛，佛要我们弘扬佛法利益众生，弘扬佛法叫大转法轮。生命电视台24小时用卫星电脑在全世界大转法轮，所以各位一定要多打开生命电视台，也要让生命电视台大转法轮，要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那么弘法以外还要利益众生，那利益众生呢，各位叫放生、布施、超度、施食，这也是生命电视台在推广的。所以愿大家按照佛陀的教法圆满生命。阿弥陀佛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生命电视台东地区举办八关斋戒暨礼拜药师宝忏法会，恭请暂时法师主法，日期10月1号星期日上午8点半，地点台东天圣宫，地址台东市中华路1段889巷63-1号，联络电话03-831-1673花莲中心，08-932-5795台东天圣宫，备有免费消灾超荐牌位供大众填写。新逢中秋佳节暨月光菩萨圣诞，生命电视树林菩提讲堂举办八关斋戒，点青灯、供千水、祭佛前大供，恭请湛乐法师主法，日期10月4号星期三上午9点，地点树林菩提讲堂，地址新北市树林区中爱街7号，上午8点至9点，于捷运板南线亚东医院站2号出口备有接驳车。下午2点恭送地藏经、点万灯、供万水、护生暨慈悲施食法会，地点新北市家禽运销合作社，地址新北市泰山区中港南路103号。菩提讲堂与法会圆满后备有专车前往，请于现场登记。联络电话02-2688-5088，02-2688-5088。再讲第二个故事好不好？有一个人，他要搭一艘 货船去做生意，然后船上坐了10几个人、啊、以前那个小小的船，结果呢船到了湖中间的时候，有个树叶飘过来，
结果树叶上有一只红蚂蚁，很高牙，很高牙毒不毒啊？很毒的。但是他看到很高牙快被淹死了，他赶快啊把那个叶子捡起来。当他把叶子捡起来，旁边骂他：“哎，这很高牙假死人，更好死呀！”你说不行，蚂蚁也是生意，也是生命。如果那只蚂蚁是你的妈妈，在树叶上，你会不会好死？生命是平等的，来。生命是不是平等的？男人的生命跟女人的生命是不是平等的？大人跟小孩的生命是不是平等的？人的生命跟动物的生命是不是平等的？要建立这个观念啊！啊，所以他说生命的平等的，你们不救我救，就他就给他包在手上，很小心啊。然后等船上岸的时候，他就把这个蚂蚁放在树下，说：“蚂蚁啊，赶快跑啊，不要咬人哦，不要被踏死了。”很高兴，这样快不快乐？好快乐啊！结果呢，他那一天晚上回家睡觉，做梦了，梦到什么？晚上有一个穿红衣服的老人来找他，跟某人说：“恩主啊，恩主啊！”因为他感恩他，你救了我一命，我是蚂蚁王，将来你生命有危险的时候，赶快喊我蚂蚁王，蚂蚁王，我一定会来还你的命，救你的命。他想说乱做梦就算了。后来过了十年，他成功了，成为一个 很有钱的商人。但是这样得罪了人，有人要害他，把皇帝的黄金偷来藏在他那边，要害他被砍头啊。结果他就被抓去要砍头，当他被关在监狱里面哭啊，我又没有偷皇帝的钱，干嘛抓我，我好可怜啊，我要被砍头了。那个时候想一想怎么办，他突然想到十年前做这个梦，真的吗？红衣老人是蚂蚁王要还我命吗？然后他就看到地上有蚂蚁，把蚂蚁放在手上，蚂蚁啊蚂蚁啊，赶快找你的国王啊，救我啊救我啊，我要被砍头了、啊。结果等他把蚂蚁放在地上的时候，奇怪，变成好几万只蚂蚁跑出来。这好几万只蚂蚁呢，就把以前古时候是木头的吧，把他的手铐啊、监狱都咬开，让他跑掉了。然后他跑到山上以后，晚上睡觉就做梦，那红衣服的老人蚂蚁王就来了。某人啊，你只要在山里面躲五天就没事了，五天哦。结果为什么五天？因为第五天早上真正的凶手就被抓到了。所以他跑出来会不会再被抓？不会。所以同学们，救一只蚂蚁会不会救自己的命？蚂蚁的生命、大象的生命、人的生命是平等的。所以我希望各位，你永远要长寿健康，好不好啊？因为你是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嬷的最爱。如果你生病了，甚至比爸爸妈妈早死了，他们会不会哭啊？绝对不行。那长寿从哪里来？千万不杀生，好不好啊？慧菩提，我们一定要记住四个字：众生太苦。我们要深刻地体会，佛与众生同在轮回当中流转生死，受无量苦的困境。而今有幸听闻佛法，
知苦、断集、莫灭、修道。但尚有许多众生仍不知四谛圣法，不知有佛道可成。我们应该担当起利益众生的大任，精进修道，奉献身心。Mani Padme Hum， 此六字大明咒就是诸佛悲智力量的汇聚。能度脱众生得生净土，能令一切人诸根清净，能使一切菩萨圆满六度波罗蜜。此咒更能熄灭众生三毒，并且发展每一有情的大悲心。此六字大明咒是能改变自心，也能利益众生的最上方便。大乘佛教的修学，从一开始就要有利益众生的动机。有一个正确的动机之后，就开始专注于佛法的闻、思、修。最后更要将修行的一切功德回向法界一切如母众生。如此前行发心，正行修持，结行回向，就是菩萨自利利他的三大原则。
内心随时保持平和，让心极静、清安与喜悦，保持清明的智慧觉照，时时心怀感恩的态度，善待万事万物。并且尽量以物力、体力与智力奉献自我，服务众生，这就是实践菩萨之行。觉照就是用觉悟的心来观世理诸法，而照见明了。当我们懂得接受无常的变化之后，反而会更加积极与用心，因为一切都在变化，所以我们更要把握当下。把握生命，把握时间，把握每一次可以奉献身心、利益众生的机会。不要再将时间浪费在没有必要的事情上面。在我们的生命中，如果有机会对单一或者多位的生命服务，那就应该要尽心尽力完成这项利他之行。因为能够服务他人的机会不是随时可得，而佛弟子们生命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要对其他有情有所贡献，利益一切众生。一心照十法界，所以我们要让自己的心随时保持在与菩提道相应的频率。
千万不要让心掉入与生死轮回相应的情境。我们要学习掌控自己的心，而掌控心的最好方法，莫过于平时的念佛、读经、持咒或禅修了。佛陀最重要的教导是，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，都不要为自己的利益着想，而是要以众生的利益为优先。因为我们的发心正确，不为自己，但为他人，就能够超越自身的执着与束缚，而获得绝对的清安与自在。持念陀罗尼就是保护我们的心。陀罗尼就是将诸佛菩萨圆满的功德融入于我们的心中。诸佛菩萨将他们所累积的功德汇聚成陀罗尼，毫无保留地回向于一切众生。只要肯打开自己的心，持念微妙的陀罗尼咒，就能将诸佛的圣爱与妙智灌入我们的心中。陀罗尼意为总持、能持、能遮，就是能总摄一持无量佛法而不忘失的念慧力。请将焦点从自身转移到其他众生，学习自他交换。
只为自己是痛苦的来源，为一切众生才是幸福与快乐的泉源。将对自己的关心转化成对众生的关怀，培养无私的奉献心态，就是开拓我们的生命。请立即开展慈悲，开展生命的力量，调伏我执的负面能量。咒是诸佛的心，也是诸佛法门的总持。持咒为大乘佛教的修行法门。所以当我们在持咒时，应该以愿一切众生同沾利益的愿心来持咒。当我们能以这样的动机持咒，其所得的感应将是不可思议的。我们应该高举利他的胜利旗帜，战胜一切对立，回归诸佛的本心。何谓法王？法就是指一切变化无常的诸法。能在一切变化无常的法中任运自在，如如不动，那即是法王。大正觉者，佛陀是以于法中得大自在者。过去诸佛是以成就的佛陀，凡夫众生则是未来将成的佛陀。
作为菩萨应有的心情，是应当时时观想一切众生的身心痛苦，完全融入我们自己的身心之中。然后再将自身所拥有的快乐、幸福与功德，毫无保留地回馈一切众生。如此反复观修，我们将能看见自心的扩展以及身心微妙的改变。生命电视台带给大家一个存款的好地方，如何存钱最安心，就是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帮助宣扬佛法，同时储存我们的功德法财。今日布施之因，将感召未来得福之果，而且财富永不流失，实为一本万利之举。劝人布施、护持，就是助人为善、助人修福，是值得赞叹的菩萨行。正信佛陀法教的推广，需要众多护法菩萨的同心支援。您的每一分资源和力量，都是帮助佛法久住世间的推手。然而，这广传佛法、保护生命的佛行事业，还需要更多的菩萨共同护持。护持划拨账号：1996-5232，1996-5232，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
诸病源后论，人身内自有三尸虫，与人俱生，而此虫既邪恶，能与鬼灵相通，常接引外邪，为人患害，其发作之状，或沉沉默默，不为所苦，而无处不恶，或腹痛胀急，或累块涌起，或软隐腰肌，或精神杂错，变化多端。所以这个三尸虫是三种虫，上中下都有，在你的血里面啊。但是一个人如果做坏事，不好的想法，他的血就会变颜色，经常气色会不好。一个人如果做好事，哦，红光满面，血就会变好啊。但是这个三尸虫，你如果做坏事，那内神通外鬼，他就会通知打开你的血门，让这些外面的鬼灵进来，然后你就生病了啊。有些潜伏在你腰，有些进到哪里，所以常接引外邪，所以我们叫风邪感冒嘛啊，所以来伤害别人，让他生病啊。所以他发作的时候，默默的潜伏在你的，就像我们说有些细菌要5天，有些要7天就会发病，沉沉默默，不为所苦，不知道，但是呢无处不恶，却充满了你的身体，乃至有些马上发作了，马上让你肚子痛啊，肚子胀，或是拉肚子，或是雷块涌起啊，身体突然哪里变成硬硬的啊，乃至伤到脊椎，乃至精神出问题，变化多端。所以站在医学里面，那么告诉我们，这个是道教的讲法，千万不要起不好的思想行为，不然三尸虫会作怪。那站在道教里面，就要把这个三尸虫完全的去除啊。那去除就是我们要修真，叫清真，就不敢有这欲望啊、嗔恨一样的道理。接下来，请收看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。